今天来到我们的游乐园盲指游乐设施，这个你选得到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兄弟，我是伟伟，哲哲。今天来到我们的游乐园盲指游乐设施。你当我不知道，现在是儿童节是你？现在才11月呢，儿童节是4月。确实啦，那时候我们在拍第一集是在力宝乐园嘛，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去的是剑湖山。喂喂，车票时间要到了，等等，我们要出门了，哥哥 ，go！你很夸张，你还带食物就出来？因为我们今天呢有广告主。你的意思是你牺牲我是不是？什么牺牲你？我们是一起去冒险，冒险的精神好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就是那个博士跟我们三只宝可梦相遇的时候。博士吗？我多年前的记忆都涌上来，这是一个回温，这是回温。我现在是要选了。你觉得要草苗龟？还有火焰猴，火焰猴也很帅。博加班超可爱的。我自己喜欢火焰星。火焰星，好，那不然我们就火焰猴好了，来吧，火焰猴，跟着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，Go！ 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到达剑湖山了。我现在已经口干舌燥，心跳加速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想到那个我们喂咕哩吃东西，咕哩在家里有很多小帮手陪他喂他，让他亲手来。你都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程了，我最后去面对现实，我陪你来。来，我要马上来讲解规则了哟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因为剑湖山它有分为摩天乐园区跟儿童玩国区，那我们避免上一次就是随便乱喊，我们要就是四处细给跑哈，是，所以我们决定锁定在我们的摩天乐园区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游乐设施数字是1号到12号，才12个可以，才12个。而且听说剑湖山最著名的就是那个G5 几号，我会避开那个号码。其实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就是不能看简介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进场，然后开始喊号码喽，哥哥。好啦，来哥哥，我们呢就差最后一层的阶梯就要抵达游乐设施区了。我们马上来选择游戏号码吧，1到12，选一个。好啦，你那么怕，我先好不好？我先选。你先把一些恐怖的喊完。我刚刚这样了嘛，那不然就8好了。为什么？我刚刚在那边这样子啊，就是。没有，我们5。因为刚刚就是想要这样子，就8。8号。8号是什么？回旋磁场。为什么磁场那么简单？回旋磁场啊，什么磁场？回旋磁场键。This， 你在开玩笑吗？这一个，我只要抽到这个，我直接就进惩罚就对了。你选得到，这不是应该是我的吗？这好像还好这个我可以啊。回旋磁场，快进去！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游乐设施，就是大家可能想要围绕，嗨，我们是游乐设施。好，那我想要上去了。我也是蛮惊讶的，因为听说今天呢有超过30台的游览车来到剑湖山。而且刚刚我问他们说他们是来干嘛，他们说他们是来的毕业旅行，然后我就说我是来受惊吓的。怎么下面那么多人？跟我坐好不好？你要跟我坐吗？好，没问题。走。好了，我也是很难得会有观众跟我一起做游乐设施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第一项游乐设施。你们今天是来校外教学吗？这一天就回去了。好，所以今天是第几天了？第三天，所以等一下就要回去了嘛，要回台北。哇，好凉哦，终于有风了。完了，刘海破坏者要来了。哇，外面怎么会有人叫成这样？人家说，为什么小朋友敢来游乐设施都比较不怕？出生之犊不怕虎。第一项游乐设施挑战成功。我错觉吗？我发现人好像越来越多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汇合吗？教主。1到12号，他已经拿到8号了。拿到8号，不然我跟你讲，皇室兄弟是不是好的？四号，那我就4了嘛。皇室兄弟，四呢？四是啥？
丛林溜滑梯。溜滑梯简单呐、啊，溜滑梯，溜滑梯可以啊。我刚刚有看到溜滑梯是什么了。刚刚在长哎，就是那个。Oh yeah， 走吧，丛林溜滑梯 ，Let's go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去丛林溜滑梯，突然又变成了环视镜商团。四号，丛林溜滑梯，亚洲最长。而且我刚刚听他的文宣呢，我们的这个溜滑梯下去呢，只要三秒钟。我们刚刚坐上来大概一分钟，下去三秒。可见速度之快，你要等我一下，我要下去等你。你要先等我，对，我要迎接你出来的那一个，你出生的那一个。十七号玩的丛林溜滑梯，全场路。哎、欸，他很安静哎，他没有叫。如果小朋友那么安静，那我等一下怎么办？如果叫我怎么办？我刚刚听到，就是他七层楼高。延续很多的弯，十三秒就可以到达，所以七层楼我刚花一分钟上来，我十三秒就可以下去，很快耶！好了，那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这个丛林溜滑梯的出口，等下子就会从这里滑出来，我们就期待一下它会不会有那种，就是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听到它的声响。不要抢哦，不然会很快会肿起来哦。你说这样的动作，你说不要抢，可以看前面，因为这样不会晕。那好。Oh my god！为什么是你们尖叫？是我尖叫才对吧？我跟你讲，你就跟宝可梦一样，这个样子，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冒险犯难的精神。那感觉让你，我现在是震动模式吗？不会，你只要调整成功，你就等级就升了。哇！你知道吗，各位观众，我是认真来这种单，我没有做过直白。没有做过就是要挑战，就是一个新鲜感。OK， 各位观众，贴心提醒您，以下画面请注意音量调整。好了，终究还是上来了，还拖了一位小帮手陪我呢。他也没有做过举办哦。刚刚小朋友就是刚刚外面的大家就跟我们说，一下下就好，微微一下下就好，一下下就好。啊，我爱我的工作。因为我是年少无知的时候被同学拱上去，我在高中的时候同学就说勇者你不玩，哲哲你不玩吗？我就说好了，我就玩一下，就被同侪压力逼上去，然后突然我觉得后悔了，我的眼泪真的要飙出来了，我要冲下去刷出来的，眼泪飙出来都是眼泪。而且我之前就是因为在上面，我觉得上面有滞空感，还等了一下下再下去。完成击败挑战，爽！所以其实包覆感蛮好的，蛮安全。那一瞬间就到吗？一瞬间到。在上面感觉就是那个真的离心力非常之大。OK， 那我们准备要喊下一项了，让我先出去喘口气，等一下。我们没有没有，我们在下一项之前呢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，因为可以休息。对，我用完三样了嘛，我们还有三样，就是先小憩一下。我刚扯破喉咙了，我们现在赶快先去休息一下，好。我跟你讲，我全部都控制在手中，完全 handle 得好好的。你只有玩一下，你这已经发现了。对，你只有玩一下而已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
我的错。我们现在就是等我们的餐上，然后休息时间。我有跟你说，我刚刚已经进展到可以跟野生宝可梦战斗。哇，进步蛮快的哎。来来。哦，遇到了。野生的母克尔跑出来了，小朋友好可爱哦！上吧，黄豆，快点使用那个，快点使用火花，火花！嗯，来来来来，再一个抓，再一个抓，小火焰猴黄豆使用抓，接下来我要丢出我的宝贝球，捕获我的母克尔。哇、哦！成功收服，啊、满足了，该回去了。怎么？怎么该回去？我们刚才中场休息，我们的盲选游乐设施还没有结束，而且该你喽，小朋友，黄雍哲小朋友，马上要来选游乐设施了。我们现在是哪些号码？一到十二，我们用掉了三号、四号跟八号。黄氏兄弟，那我延伸就是取谐音十，黄氏兄弟。十号，晴天飞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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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起来名字很晴天飞说，这名字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大气的东西。那我们就直接出发，晴天飞说。哇，是什么？是金家宝鸡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就是那。确定？去哪？我要定惩罚。OK， 我们的传统就是真的做到自己不想玩的东西哈，就进惩罚啦。来来来，我要进惩罚了，谢谢。就是这样子，来惩罚，第一个卷轴、啊，我开心。四掏腰包买十杯饮料，请路人喝，游客喝，可以啦，好像很简单呢。走啊，那我们走进惩罚，走。没有，他做惩罚你要答啊。真的啦，对吼，我都忘了这回事吼，哥哥不做的，为了各位观众的画面体验，我还是要上去，我们可以让摄影机上去就好了，还是摄影师上去。好，走吧，终于摔。为啥你哥哥的罪爱我来担嘞啊？哎，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休息过后，突然好像是没有其他的毕业旅行一起来达成嘛？因为他们的集合时间到了，所以我就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。OK， 你们给我看哦，这一集正前方哈，两位工作人员都没有人要陪我的哦。我的身体不自觉在走了，我真的是觉得很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哎，他是不是在蓄能啊？哦，视野其实真的还不错哦。太阳，我的心脏好大哦，不是，我的心脏好晃。哇哇哇哇哇！你知道你的屁股会离地吗？你的屁股会离开你的坐垫？啊，没了吗？差不多了吧，蛮快的，挺好的。没有折磨的那个时间，就是折磨的时间，就是他就是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下来那种。晴天飞说，脚软，完整。我现在不是担心我买十杯啦，我是担心我要去发给谁，因为大家好像已经去集合，要往下一个地方去。请问你们要饮料吗？免费的。对，哎，我今天被惩罚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太好了，对，就是要拍照就要拿饮料。哎、欸，但不对啊，怎么想想还是不太对劲。你回来啦，你们累了吗？要不要喝杯饮料？你也来帮我发一杯吗？来，谢谢，玩得开心哦。剩六杯。有没有要喝饮料？你怎么在帮他推销？对啊，奇怪，这是他的惩罚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从有冰块，然后我走一走，我发现它应该是没冰块，没有了碰撞声了。哥哥啊，那个太阳都要下山了。听说你刚刚帮我玩了我那一项游戏吗？你觉得如何呢？蛮精彩的，你可以回去看回放、那個。我的也很精彩，发不完。对，我看到了，还有三杯。没关系，你先下一项选游戏。你先选下一项。然后我们边走向，我等下选游乐设施。对，因为换你了嘛。你好。
我们好像不然我祝你幸运可以发出去啊 ，Lucky Seven， 七的七的游乐设施是狂飙飞碟，哎、欸，听起来很难呢，狂飙飞碟，前进。全部都爬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还完托盘之后，我们就去等伟伟，然后我就接下来又换我了呢。要换我了，那我的下一个惩罚更难怎么办？我发二十杯饮料，不就不用出去园区了吗？嗯，没有错，只有我。那我这时候就来问问看大家，你来游乐园是哪一种人呢？刺激的，我一定要玩的，帮我打加一。哦，我挑东西玩啦，平和一点的加二。你完全都不敢玩，只敢顾包包的加三。我应该算是。第二种吧，挑东西玩，但是拍片需求都来玩，开始了，哦，他应该不会三百六十度转走，好像越来越大，啊、哦，这好像那个、哦，啊，他在转呢，他是进阶版的大的那个海盗船，呀吼！而且它现在有第二段高速回旋，你有看到吗？狂暴飞碟挑战成功。好的，来，你翻完啦？翻完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光看都晕了。你光看都晕。但还轮完你的意思就是换你了。我是我的回合一到十二，现在三四七八十。我选了、啊。那皇室兄弟长长久久吧。嗯，长长久久不是永不放弃。好，好啊、九。我不放弃没数字啊！谢谢摩天轮。好，摩天轮，我又可以期待看到你那个怕高的表情，不准给我闭眼睛哈！啊，我没想到我眯得过去。走了，走。这两天要陪我坐一下。好啦，陪你呢，陪你呢，小孩子啊。等一下。干嘛？干嘛？他近看有点高，有哦，应该有比我的晴天飞梭还要高啊、哦！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进入惩罚环节 ？No， 没有这回事喽，摩天轮而已好吗？走走走，摩天轮而已，摩天轮而已，哥哥。这要坐多久？我透明灯。坐好，我要冷静。冷静，来啦，哥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我让你转移注意力啊！告诉你，我刚刚啊休息时间结束之后，我的 Pokemon 明亮珍珠已经可以跟其他的训练家战斗了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你看，我现在走去遇到他，你看我遇到这个了，他要跟我战斗，他什么？迷你群鹿你，有，然后他就会派出一只他的宝可梦啊，大牙梨，他带大牙梨，那我们就派我们的。小火焰猴，你玩得开心就好。哥哥，这关就靠你了，靠你了。你要让我转移注意力吗？对，没错，来吧，来吧，战斗，战斗吧，战斗，战斗。好，我先火花来，火花，我想火花效果很好。使出了火花，有啊。哦，不错呢。对方也出招了哦，对方也出招了，想干什么？没事。可以，我们盯得住。我再出一招来，我再出一招，来抓，让你回去抓。哦，有，抱歉，我 end 了。啊，他要派下一只，他派下一只，他派下一只。我要换一只哦。他还有别只，我们自己也有别只。我两场都赢了，我赢得了战斗等级提升了。刚好呢，你有没有看到前往上窗外的景色？我不能叫。我们现在已经挺高的喽。我要进入冥想空间，我现在要冥想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我们可以一览无遗。这世界是多么的美好！泽泽你是最棒的，泽泽你是最帅的，泽泽你是最可爱的。我闭眼睛好了，到底在叫我？哎呦！
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什么什么？到高点了吗？啊，没有啦，我。哎，你冷静，冷静，拜托，冷静。喂，冷静点，干嘛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点。我们快要到最高点喽。啊，不是要，我们不是一直在原地吗？我们要到最高点喽。我们现在离地大概有非常非常高公尺哦，我们比晴天飞梭还要高了呢。你看这个透明那个遮阳，我们要看的意思啊。哦，脚麻麻。小女，我不想憋死了。好了，你是要困去哦，晨曦，晨曦，我没搞啊，要接近地面了，这里在三楼。哦，我看到树了，有稍微安心一点点，太容易了嘛。哇，刚好高，风景超美的，大家一定要坐坐看，你可以看到就是剑湖山附近的美景，它很美，尽收眼帘。好啦，模拟人结束了，全部吗？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为什么？我刚其实走过来的时候，还有你是多想玩，因为来游乐园嘛，玩心知道玩的尽兴就对了，玩的够玩的饱。有一个我刚刚，因为我没有搭过，但我很想玩，叫惊吓列车，所以我刚好看到它是什么 AR 技术。对，没错，走，你陪我去玩好不好？来嘛，陪我去玩嘛，来来，我跟你分享那个，我跟你分享，我等一下要去打到玩，跟我什么关系？好的，我觉得呢，我的宝可梦现在已经蛮强的了，我想要来去挑战看看道馆，来验证一下我的实力。在上面看最上面这一个，它就是馆长，而且这一只呢，它是岩石系。来了来了，希望我这一次可以挑战成功。出来吧！你看，像这样它就有三只宝可梦，我要打败。它第一个派出的是小泉石，那我也来派出小泉石。那因为我现在小泉石啊，它的血量没有到满，我说我决定要补满是不是？对，我先给它一罐伤药好了，让它补个血。你看它这样生命值呢，就会回到32，就是全满的部分。这样就少一回合攻击耶。对，你看，可是对方刚好没有攻击到我，很幸运，很幸运。来换我喽，换我攻击，滚动。对方现在使出这个变圆啊，就是他的防御力会提高，就是偏被动技的部分。对，一个 buff， 有我们打掉他三分之一血了，他现在持续的增加 buff， 对，再一次滚动，啊，他防御力很高哎，有对方也 miss 了，我们有机会了，再一次攻击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对方剩下一点点，我们还命中要害，命中要害的时候你的血量比较多，对你造成的伤害就会比较高。我觉得再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对方第一只宝可梦，哇，可惜差一点点，哦，倒下了倒下了倒下了，这样子呢，对方就要准备派第二只宝可梦了，我们还可以获得大量的经验值。哇哦，升级了耶！在道馆挑战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要进入惊吓列车之前，还是要跟大家说，宝可梦金灿钻石与宝可梦明亮珍珠是2006年任天堂在日本所发售的宝可梦钻石、宝可梦珍珠的复刻版。以神奥地区为故事的舞台呢，在任天堂食物区中完整呈现当年的内容，并且呢，我们今天的 Pokémon 明亮珍珠已经在11月19号发售了，各位观众赶快下载来玩，也可以在影片上留言告诉你的游玩心得。那马上进去惊吓列车吧。照一下，快快快，照照照！怎么了？好了，黄兄弟，记得订我们频道，让我们更有温度的人。刚刚那灯很有温度吧？可以追我们的 Instagram。他没温暖我们，我也不知道。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阿贝的卤味吃得很舒服，黄师兄，黄师兄弟吃卤味，吃吃吃吃吃卤味，是我真心诚意的推荐。仔细听我来讲解，保证不踩雷。